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神圣的。健身的人群的首选一定会选择龙虾沙茶面。牛肉面就是每天早上我爸带我去吃的餐。biangbiang 面是我切换生活状态的一个开关嘛，吃完面之后就是另外一个我。老板，你给我来个跟以前一样啊。老板，热干面。微辣微辣。两份片儿川，一份腰花半川。是我下个三蟹，面手鲜，汤多行。我就是想来吃一个炸酱面。好，您坐在这边。那你们有分店吗？其实2019年7月的时候，我们开了半年，疫情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本来是足球运动员，有一次意外踢不了职业联赛，那样晋升上打击太大。开始难得很，蹬三轮车，每天在家里坐好。他们觉得你连债都还不起了，你的那些审美那要花钱的。我以前表演很水，我一点儿都不想接。去翻新一些传统节目已经不能算上新了。一个面店你不可能永远不推新，但是推新的同时你不可能把所有老的东西又扔掉。刚开始都难的玩，眼泪也不知哭了多少。16岁人家都在外面玩，我在店里傻兮兮的在干活。后来慢慢就喜欢上他了呀。我是全能的，来拿个小碗下。好爽啊，这是几十年的记忆了，来说的是叫吧。就需要一碗面，吃了之后什么困难都不怕的。这是黄山酱，我觉得它的汤特别好喝。就跟以前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倍儿好吃。哇，一碗面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味道。没得啥子是一顿面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老板儿再来一碗。